欢迎收看《西洋V热门》，我是侯思，没错。今天呢，好听的西洋歌曲，我告诉你们，是一个非常帅气的男孩团体，因为我们的主题就是2月25新好男孩台北演唱会，所以你知道今天很多歌曲先让大家来听听，然后怀念一下。所以呢，我要接下来介绍两首好听的歌呢，就是新好男孩的《Everybody》，还有一首《I Want It That Way》。没错，两首歌都非常的好听，而且你知道新好男孩啊，超酷的。因为我后来发现他们是那个有金氏世界纪录的史上最畅销男孩团体。哎，我觉得谁那个哪个男孩团体可以你知道承受得起这个那么大的一个你知道金牌在身上？因为你知道这有多重，我觉得他们超酷的，而且因为他们就是非常会唱歌，而且他们就有讲到说他们有一次是在那个欧洲，然后第一次在欧洲的媒体面前曝光的时候，然后他说当时啊，然后媒体就觉得说，哦，就是一些就是你知道很帅的男孩，很漂亮的男生，然后很会跳舞，就这样。但是你知道当他们在那个没有伴奏的情况下清唱的时候，全场傻眼，因为你知道太好听了，你就知道他们歌曲真的非常好听。而且他第一首 Everybody， 你不觉得 Everybody 就是很耳熟的感觉吗？就是连我就是比较不常听西洋乐，就是你知道现在开始慢慢接触，然后就觉得这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而且就是 MV 当中还有很多像是木乃伊啊那种鬼屋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他有配上舞蹈，非常的到位，就是大家都一定非常的喜欢哦。所以让我们听听看新好男孩的 Everybody， 还有I want it that way。欢迎回来，西洋V热门，我是侯思，没错。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2月25号新好男孩台北演唱会。你知道，其实今天是1月25，为什么我妈提前一个月告诉大家？因为她非常的众所期待，所以呢，我们在提前一个月就要告诉大家有多么的棒，你一定要去参加。所以呢，我要接下来介绍两首好听的歌呢，就是新好男孩的 Incomplete， 还有他们另外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 Straight Through My Heart。 没错，两首歌都非常的好听哦。然后 Incomplete 呢，这首歌啊，就是其实有点哀伤，因为他这首歌其实歌名一直叫残缺的爱，然后就是在MV 场是在有点沙漠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你知道我是因为我看，因为你知道听英文歌你一定要先看歌词，然后有人还帮你翻译成中文，我跟你讲更好，因为你会更了解那感觉。然后就是整首歌是还蛮哀伤，就是会讲到说没有你啊，然后生命中就是的那个爱是不完整的，然后就会觉得好害怕我的爱不完整。然后但是呢，你知道最近有一个非常喜滋滋的消息，就是他们其中有个团员叫 AJ 结婚了，你知道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而且他是那个在他1月9号生日当天，然后跟他的女朋友求婚，原本是要庆生，就是帮他庆生，但是他就忽然上到那个饭店的舞台上，然后就你知道揪他女朋友一起上来，然后立刻下跪跟他求婚，然后女生你知道也答应就说 yes， 我是不知道他说什么了，但我想他应该当场是说 yes 就 I do 之类的，就是非常你知道浪漫的感觉，然后就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就可以让我们来听听看新好男孩的 Incomplete 跟 Straight Through My Heart。 欢迎回来，西洋V热门，没错，今天呢非常好多新好男孩的歌曲都介绍完咯。所以呢，你知道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普普风啊都改半个小时的时段给大家播出，但是还是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可以尽情锁定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是每周六的下午5点到7点，就是荣佳姐姐跟大嘴巴现在全新组合的音乐标榜，有华语、东洋跟西洋，非常精彩，大家一定要尽情锁定哦。所以呢，如果你对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要点歌的话呢，就上我们的 www.starttv.com.tw 还有5.com.tw， 拜拜。